嫂子，这是表哥跟我借钱时候的聊天记录。我怕小玉发现，手机上都删干净了。只印下了这些。刘刚，我请你出去，离开我家。嫂子，你不能这样。你赖谁的账也不能赖我的账。自从表哥出事以后，我给你跑前跑后，我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吧？你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啊！阮真真，你有钱买衣服，有钱买表，有钱给大姨他们还房贷，为什么就不还我的钱？你是欺负我老实是吧？认真把门打开。有哥开门。他欠你什么钱啊？欠上多少？跟你没关系。我是他的律师，他所有的事情我都有权过问。不是他欠的，徐永宁欠的100万。借据呢？转账记录呢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